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，非常荣幸能够获得百度百科2017年度最具粉丝力艺人这个奖项。非常遗憾，今天不能来到现场和大家见面。在这里，首先要感谢我的粉丝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另外，听说今天这个奖项是基于百度述说的全网大数据分析，后续请大家多多关注百度述说，关注百度百科。